你呢个贱人对私家敏嘅无良雇主真系天生一对贱人。我系粗人一个，我对付啲粗人最有办法嘅。Surprise！ 我系 Betty。Betty？ 你咁捉紧佢，咁咪睇中老婆啊！你老婆死蠢兼冇脑，仲对你一条心唔啱我。原来我同胡国阳咁 friend 啊！